Hello， 大家早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，做蛋糕的游戏。做什么蛋糕呢？我们今天要做的是，水烤，蒸烤，应该叫蒸烤，蒸烤的古早味蛋糕。那这些材料呢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有牛奶啊，食用油啊，糖啊，面粉啊，鸡蛋啊。然后这些打蛋器啊，还有哦，这是柠檬，那这是啥东西呢？盐巴，盐巴。OK， 那我们先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先把这个要等一下要蒸烤的这个盘子里面加水，加多少呢？师傅说要加一公分的水。OK， 随便啦，大概一公分高啊。哦 ，OK， 太多了。那我们。加满水以后呢，我们先把它放到烤箱里面。那我们的烤箱因为就在旁边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到里面，因为这个东西本身等一下还要做所谓预热的作用，就是把水要加温。OK， 我们放进去了。那第二个动作呢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放蛋糕的这个烤盘。那这个烤盘里面呢，你可以用所谓的这样太笼统了，这是八寸的烤盘啦，所以今天准备八寸的烤盘。八寸烤盘，你现在先铺。啊，这个是一个烤盘用的烘焙纸，那烘焙纸你可以做切角的方式，那这个都是可以预先做好的，然后你就先把它铺好。那这是很简单，那到底要不要做得很完整，其实是不用的，因为面粉下去以后自然会把它撑开。 OK， 这都先摆旁边，这是一些前置作业。那接下来呢，应该是要先把蛋给打了吧，师傅。 OK， 打蛋。那打蛋呢，这边补充一下，今天用的是六颗蛋哦。然后刚刚牛奶这是60cc，这个油呢，也是60公克或90公克，70公克，60-70公克，最低用到60公克。然后这个糖，是我们今天用70公克。所以不是问说可不可以减糖，那可以试啦。今天帮你准备70公克。那上面您听到的是一些配方的资料。那这些配方的资料本身来讲呢，我们等一下会在 YouTube 上面的留言那边，简介那边，把这一次的配方呢，写上去。那这是，打蛋器里面要分离的，我又忘了，蛋黄在哪边呢？我们蛋黄要放哪里？蛋黄放哪里？再去拿个碗吧。再去拿个碗，等一下，习惯吧。好。好了。那我们先，这个是准备来放蛋黄的，那这个来放蛋壳，蛋清呢？这个。蛋清放在铁盒子里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打蛋喽。没有说固定一定谁放在哪里，方便就好了。重点是这个盘子等一下要打东西，所以不要有水，不要有杂质那个。其实我是不太喜欢用这种打蛋器，因为那你看你用什么方便你就用什么啊，不见得一定要用这种打蛋器啊，把它抓下来，手要干净嘛，可以先洗，因为这个有蛋白质，不要把它抓下来。好，把蛋黄放在这边，那我这个是土鸡蛋，蛋白里面不要混到蛋黄。那你如果厉害一点，其实可以用传统的方法，这种方法来打蛋。这是那你会你就用那个
这是我比较习惯的方法。那当然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。不要去弄到蛋壳。好，我们打蛋的动作就延续这样，然后我们给它先暂停一下。OK， 现在油加热到60-70度以后，现在把油加进这个碗里面，然后再加我们的面粉。加面粉的时候都开始，要记得要搅拌，刚才师傅有跟我讲，这个蛋白的部分呢，是千万不要给它油水。它做蛋糕的一个窍门就是不能油水，因为你有了水以后，蛋糕就不成样。现在为了你要拍照，你安排的这个实在是非常不恰当。这个台子太小了。要全部都要均匀，全部都放在这里，因为用筷子比较容易。所以有的人用筷子比较容易，让它油跟面粉就放在一起啊。油跟面粉全部都弄在一起了就可以，就准备加牛奶跟鸡面粉跟油都加在一起了，哎，先加牛奶，牛奶可以全部加进来，然后打混在一起。因为有的人会把那个牛奶跟鸡蛋先拌了就 OK， 好，这是加牛奶，牛奶一双。我就怕把它弄破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给它拌匀。今天怎么弄错了？我要弄一只小只的，弄错。